大家好，我们来听中国好声音赵子画的理由。赵子画是因为在就是在李荣浩组和那个斑马森林乐队 PK， 结果李荣浩最后选择了斑马森林乐队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人是以前他的学员，所以他想要这种年轻的声音，但是赵子画还是比较有实力啊，所以被李宇春留下。李宇春留下了以后，他有赵子画有 PK 那个龙女、小龙女和飞象，所以这是一个精彩的视频，我们来听一下赵子画的理由。低着头，背着书，到鸟去的地方走一走，夜深的路径都没有，一个人醉在梦里头，为一个人一杯酒，让思念在脑海里翻涌，回忆像橘色的午后，飞扬的晚霞正远走殆尽，眼深处之所以怀念那过往的孤独代替，厌倦了情绪，在恍然发现之间，静静走来。我好想见你，好想和你沉浸在我，我还想牵你，还想找你，却没有理由。好想恨你，好想忘你，却无从下手。我还想问你，还想问你，就看到以后。深处之所以怀念那过往的孤独太近，厌倦了情绪，在恍然发现之前，静静走来。我好想见你，好想和你沉浸在午后，我还想牵你，还想找你，却没有理由。好想恨你，好想忘你，却无从下手。我还想挣脱，还想折磨，就看到以后。我想你眼眸，我想你温柔，我想你紧握，我想你快乐，我想你眼眸，我想你温柔，我想你寂寞，就看着你沉默，不说理由。原唱歌手点赞了，赵子华确实是一员猛将，我们期待他的更多新的作品。